大家好，我是纪录片导演黄家俊。一首摇滚上月球是一部让你不断在绝望中看到希望，而且会重新找到爱与家庭定义的好电影。走进戏院，跟我们一起摇滚上月球 ，Rock！一首摇滚上月球，看六位罕见病童的爸爸兼顾家庭，也找到自己的音乐梦。让我们这些爸爸能够聚在一起，我们希望这个乐团组起来的时候，能够带给更就是在这罕见家庭的一些家爸爸一些欢乐。用音乐抚慰人心，用音乐说感人故事。四分卫创作电影主题曲入围今年金马奖。这爸爸的故事也间接影响蛮多人，因为你后来四分卫今年的新人专辑，他们写的歌乐风完全不同。就是被这位爸爸软化，里面好多爱。异想世界邀请你一首摇滚上月球，加入汉爸们的热血摇滚梦。11月4号、5号下午4点，晚上10点半，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